今天4月17号，我要突袭现在的大学生。你干嘛？先关荧幕。我要突袭大学生，现在出门会带多少钱？可以啊，我昨天刚领钱，1234，好有钱哦，2400啊，确定？对啊，2400，里面还没有藏私房钱。你是小小孩，今天故意拿少一点。他真没有几根，真的。然后就赖我，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差点被看到，还有两张。他比我有2400哦、喔。那我们现在要突袭社会人士，可以在家里。哎、欸，我今天倒是真的很穷哦、喔，我现在身上剩不到1000块。怎么？你要什么动作？就一眼2000块没被发现，偷藏2000在袜子里面。他比我有钱，好不好？突袭目前现在年纪最小的大学生，体型最胖的大学生。所以小乔，你带200块，他竟然没有还我，那我没有什么。那我还你，还你。你现在在做出租男友，你现在穷到在做出租男友。这个不算，刚才用了200块。1234567830000啊！你看，哇，没有，但是真是你带3000哦，因为我才刚离。哦，因为小康在忙了、啊，所以我就自己拿就好了。干嘛要啊？等一下啦！所以我现在只能这样。真假的？对啊，我昨天去拿西装，你看我现在只能。所以大学生出门只带400块。对啊，你应该是拿汤底啊，不然应该是有1700、1800、1.46、1.46。我们约几点？我们约1点。暖暖进步了，洋葱袜子哦。对啊，所以把洋葱藏在脚下。他就这样出门，我就这样踩。我现在要拍大学生出门会带多少钱在身上？哎、欸，你这样算很有钱嘞。这看钱像我的钱包吗？这谁的钱包？哦，这我的钱包，白痴哦，这我的。啊，那你的？对，按你的嘞。你看，我这都没钱，好可怜哦。我看，你看，就这些。你的钱怎么那么轻？零钱63块啊，钞票嘞？钞票5678910111。1263块，还不错。你现在目前是我们的第三名。第三名。林小胖。我真的觉得小胖发音有问题。你不要逼他了，好不好？他是讲话闹哄，你还要说什么他发音有问题？